自己在家就能搞定水果果冻蛋糕，只需要三种食材：两盒旺仔牛奶，一勺白糖，20克白凉粉。大火煮至微开，倒入模具中冷却一小时，倒入喜欢的水果丁，500克清水，30克白糖，30克白凉粉，大火煮开，再次倒入模具中，冷却以后就凝固了。简单又好吃，再也不用吃色素果冻了。喜欢的建议收藏。